好家伙，兄弟们，这都是啥呀？强词打捞第49天，第一捞走起。听说最近有很多人喜欢看我的视频啊，但是看了你又不点赞，点赞了你又不关注，你还要我怎么样呀？这样我很难更新下去呀。好家伙，兄弟们，好像有东西。哟，还是一个红色的东西，咱们拿上来看看，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哟，兄弟们，这东西是干啥的呢？对了，张助理见多识广，咱们去问问张助理。咦，张助理人呢？这猪头肉有那么好吃吗？面对疾风吧！哎呦我的妈！来，开始咱们今天第二捞，走起，走着。你用什么输入法怼人这么快呀？我就问你知道错了没？错了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其实我用的是左下角的章鱼输入法，是一款为中国人设计的输入法，免费下载，适合绝大多数人，让你掌握聊天主动权。想怼人的就快来试试吧。哎呦我去，兄弟们，一个黑色东西。兄弟们，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闹钟吧？我看着咋那么像呢？咦？这个你还别说，还不是，这好像是一个压力表。兄弟们，压力表是干嘛的呢？咱也不懂，咱也不敢问呀。再来一次，走你。我去，这又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好像是一个铁盒子吧？我去，咦，兄弟们，这貌似这东西好像是一个存钱罐吧？这里面你还别说，还挺重的，咱也不知道里面是啥，难道是硬币吗？咱们打开看看。好家伙，兄弟们，这都是啥呀？这次要发了呀，兄弟们，你看，我去，我说这里面怎么那么重呢？里面全都是硬币啊，真好，今天又是收获满满的一天。